安心偷食事件全城关注，身为许志安同郑秀文好友的苏永康，呢日出席节目录影的时候就对事件作出回应。不想发生的事都发生了，但是我讲这句会比较自私一点的，就是因为我和 Sammy 和安仔都是三十几年的朋友，我会比较偏向希望他两夫妇能够携手去渡过这个难关，多于一切。那你有没有关心下安仔和 Sammy 啊？暂时我们没有，我们因为我们太了解安仔的性格， 我觉得他现在是需要静一静的。咁我哋 Big Three 都有研究過，我哋不如俾佢整靜先咁樣。咁你我知道你跟住會問啲咩嘢嚇，就係、是、Sammy 嗰度，我哋交俾女人，因為我哋男人有男人 group， 女人有女人 group 嘅，咩啊嫂有嫂嘅 group。咁啊，尋日同即係發生事嘅時間就我就同我太太講話，喂，你哋阿嫂做下嘢啦，唔該咁樣。以我熟悉嘅夫婦，兩夫婦都需要空間嘅，咁我哋唔會逼他夹硬找他，喂怎样啊，有没有东西需要帮啊？其实如果有东西需要帮的找了我们啦已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给他们整一整，给他们空间他们啦。